我们常见的憋笑挑战就是其中一种。感受到快乐情绪但能控制不笑的成员能更好地控制大脑。成员们将先进行一对一的热身实验，之后进入到晨间剧场进行憋笑挑战，抑制自己的情绪谁最擅长。来吧，上次给隔上，给脸隔上。我真的喝啊，这是不是喝，是含在嘴里。含在嘴。来，蒋哥来了。来，但是评判标准就是不能把水吐出来，对吧？一二三，走。一二三，走。吓唬人了吗？我这个。喝了吧，雪啊！我是因为含不住了，是吗？那个还就算他输了。来吧，你起来吧，你不行了，上。你就是局外人，好不好？哎，哥，这个这里比那里更辛苦，你是逗我是吗？哎呦，逗你是逗我，因为你就非常的积极撮合我们做这些事儿。说，来吧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好受伤啊！我说他怎么不爱笑啊？他怎么不爱笑啊？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。哇！赢了，赢了，爹王！你们逗我吧，来吧！你们给我点好的名号吧。开始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走！谁逗谁？谁逗谁？这不行，这不行！你在干什么？他喝水，他咽水去了，咽水去了。真的不行，我不行。你看我，你说我喝进去，你自己也喝进去。对。你要不要来一下？我们来一下吧，我们四个一起逗你一下。开始了啊，三二。那咱们一会儿到那个屋咋办啊？这只是一个热身啊。对，只是个热身。走吧，那我们就一起进这个沉浸式剧场去感受感受吧。提前说好了，就现在开始不能笑了，是吗？准备好了，来吧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第一个，他进去一笑，我们全破防了。想破我防是吧？嗯。哇。哇，这是在一个场景里，在我的英勇领导下越做越大越做越强。哎，这有客人来了。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到这话呢，Dr. Hi，这有客人来了，快把我放下。下雨了吗？
哎，各位客官，这是我的娱乐公司，我是这里的老板，我也是这条街最靓的仔。哦，现在我代表我公司带领大家来，带领大家来参观参观。好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是吗？他自己有娱乐公司了吗？对。几位老板，过来看看。哎呦，这本是最新出版的，很好吃呢。不是老板，不用看了，谢谢。哎，大勋哥。哇，魏大勋，哇塞！魏大勋饼业，魏大饼业。怎么？不可以笑。嗯。魏大饼。哎，来来了，几位，来尝尝我们的饼呀。祖师爷嘛，大家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像呀，真的一模一样。杨超，来来来，那你们拿着吧。行，谢谢。给钱。你没有钱。快，你的店，你看我没有钱，你的店，大哥，他们给你点钱。啊？霸王餐是吧？没吃啊，没吃啊。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小事啊。来，喝杯茶啊。你们两个，请进去。走。你们两个，请进去。走。哎呦，这不是加尔吗？哎呦，这不是加尔吗？啊，没事，很好。吃东西不给钱，年轻人都懂事，这两条胳膊不就完事了？哎，不要这么暴啊！哎，前天是法治社会，哎，大哥。你们说说吧，这事儿怎么结呀？都不说话，行，我问问大哥。大哥，那个，大哥说了，大哥说了吗？你能听懂吗？你要能听懂，你就是我大哥了。他说，今天心情不太好，要不哥几个表演点才艺吧。什么啊，这是？来吧，快点给大哥助助兴。大哥，行，大哥说不为难你们啊，没事，可以了，
我们一共有几个地方啊？It's a new food. Do you have chowder? Chowder off in your country. Don't ask. Exactly. So you should try it when you come to China. You should try it. You get a chance. This means so. This means so. Come on, 哥们儿，你会英语吗？来，帮。It tastes so good. It tastes so good, bro. Like, dude, trust me. What's happening? I do like to eat chowder. What's happening? 你好。我们这边不需要翻译，我们这边不需要翻译，不需要。你会说中文？会说中文。我跟你说，臭豆腐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它很臭，它很臭，但是它很香，你知道吗？你吃起来真的很香，吃一口就真的很香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觉得不好吃就不好吃了。你也跟我误渣渣的啊、哦！你也跟我误渣渣的啊、哦！啊、哦，我跟你说。有事就说事啊！我臭啥呀？一嘴东北腔啊！你这哪儿人？我不是东北。他开车是东北，大哥没那么大太阳，我们东北啊，东北确实没有那么大太阳。不要，先就是不是东北。哎呀，臭豆腐这些进来啥呀？金号毛巾，国民号毛巾。啊！老板，是不是？十一。倾国倾乡的美，的美。倾国倾乡不行。这条毛巾，才能配你。好，金号毛巾。金号毛巾。精致生活一定要金号毛巾。您贵姓？来看看，您贵姓？来，大家快看看，来。金号浴巾，好棉好工艺的金号毛巾，双层纱布毛巾，极有磁力，双层纱圈，一面纱布，反正都好。谢谢老师。他说这个毛巾不能放碰到水，一碰到水就把水都吸干了。那是为了你的汗。你的香汗，香汗，对呀，双层纱布毛巾。金号毛巾是毛巾中金牌中的金牌，毛巾中的战斗机，国民好毛巾，国民好毛巾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感动了。好了，带你们再去我下一个地点看一下。去吧，去吧。李总再见，去找真相吧。金号毛巾，百乐门，百乐门，你怎么这么眼熟呢，哥？越看越眼熟。欢迎各位贵宾来到我们百乐门。什么发生什么事？刚才你看，一看就是比较乔装。中间那个不是天哥哈？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？
快起来！你们有没有认错过？认不认识？您是买橘子的大妈吗？对。您是抱怨的那位阿姨吗？对，是的呀。你们帅哥记性真好。通过你们的视频，这个橘子呢，运动起来会变甜。对对对。可以通过各种方式，搓啊、揉啊、按摩啊，是不是？这我们原来不知道。谢谢你们啊、哦！辛苦您了，辛苦您了。谢谢你们，应该有。你们真的是棒。这档节目很好。谢谢谢谢。谢谢姐姐们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参加一个憋笑的挑战，我们不能笑啊。谢谢姐姐们，谢谢。再见啊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。